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。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，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，因为如果没有人救，我只是可能会死。可是一旦有人救，我还得跟他打招呼。我们把他叫来吧。可以啊，鸟仔来社交。好吓人啊。太吓人了。这啥事儿啊，没事就社交一会儿。纯搜手。我给打电话了啊。打啊，打电话呀，太唐突了吧。你写封信告诉他你要打电话吧。他会不会不接呀？很正常了，你给国仔打，国仔也不会接的。国仔会这样看着你，等你挂了之后然后问。你发条消息吧，你发条消息吧。有点过分了，我直接打语音太厉害了，确实真的太厉害了。哎，鸟鸟说，鸟鸟说在刚看见，我不信。他秒回，他刚看见，他就是盯着盯着的，你什么时候挂断。哎，喂，鸟鸟。Hello, 你来我们编剧部玩呗，来咱们编剧部玩呗。好，那我们等你啊，等你哦。好嘞，好，一会儿见。行啊，咱看资源包吧，来吧，看资源包。明星嘉宾，大咖嘉宾，大咖嘉宾。哦哦哦哦哇哇哇哇！社交狂人，哇哇哇哇哇！社交狂人，我们都太喜欢他了。谁？要猜吗？要猜吗？专门要过签名。你专门要过签名。社交狂人，来过，来过我们节目，多年多年前来过。蔡明老师，不是另一个，哦，谁？狗哥，哦，对了，狗哥，对，我记得那个还是让他们留在编辑部，然后我去拿的，然后差点就没拿着。对、啊，狗哥太好了，狗哥是不是在隔壁被淘汰了？这差不多的人生，没。我们兄弟单位了，兄弟单位了。哦呦，又一个苏龙哥哥，苏龙哥来了，挺好。也、yeah, 很好，这嘉宾很棒。社交狂魔，社交狂魔。苏龙倒是我少有的，就跟他交流好像压力还不大的那种感觉。嗯。哎，又一个脱不花啊，这是一位软技能提升训练的专家。张振宇是一位微表情专家。阵容很强大。我们稍微分一分，然后我们有点别的，还有一个工作啊。就是我们今天因为社交专场嘛，我们也有一些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他们关于社交的疑问，需要我们用一些我们有具有情商的方式，我们就派出一个人就行。那个人是……你去吧。我不是靠这些高情商，我就是靠我的热情。那也可以，你这个比高情商还厉害。你这个就无招胜有招。哎呀妈呀，现在这些拍马屁的风气怎么这样啊？但都没有你拍的得劲儿。那志胜去回答一下那些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些题都挺有意思的。哎呦。哦，是这样的呀！哎呦，这么多机器！哦，所以就是看嘛，你看就是看真人秀来了，咱们看他怎么尴尬是吧？正好趁志胜不在，朋友们，我宣布一个事儿啊，志胜公认是我们编剧部社交能力最强的人，对吧？是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，我都不坐着了，情商最高。那这个呢，刻在我身上，给我粘上。最能霍霍的人，老师你也是辛苦了，老师。你这也挺、啊、我们所以派他去做一个情商实验，他会去一个小黑屋里面，然后呢我们要派出几位朋友啊跟他共处这个房间，谁能不着痕迹的让志胜说出最少的话，谁就获胜。他的招数就是他说他一直说满来环节了。我来陪你一会儿。你别陪我，你走，你出去，我不需要朋友，这个社交场所我不需要社交，现在我不需要社交。我是鸟鸟吗？对。哎，你到了是吧？你让鸟鸟去他房间，社牛和社恐单独相处。你先直接进来一下吧，你就直接进来吧。
来了来了来了，敲门呢？慌了慌了，他肯定会很紧张，咱们一个人都不在下面、啊。直接就找这事儿去。哎 ，Hello， 来这屋玩啊？你见到丽姐他们了吗？哎，他们刚才，你先过来坐会儿吧，他们估计一会儿就来了。哎、呀，你这感觉走进了别人家的公司一样，明明自己家公司你弄的，这个拘谨呀、啊，有病啊！你这说啥？你是第一次到这里边来的吧？对。但之前咱那个在上海那个你就老去，因为要开编剧会啥的，挺好的。这才是正常他的状态。有一些社交小问题，我特别想听听一个社恐人士对于这种社交难题的回答。来，咱们找一个，你看一看，可好玩了。这事儿真是完全一秒钟都不会停，直接进入社交。比如这个贼有意思，说朋友圈发了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，被朋友评论你眼睛真小，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回复？你怎么说？你又把他拉黑了吧？我好像没有过这种朋友，我的朋友都特别怕伤害我。那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不小了？逗他了，他俩怎么有点谈恋爱的感觉？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不小？我一般不会发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，我好像没有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。就你很少发照片啊？嗯，对。你敢脱腮他还？脱腮，太恶心了，你这是。我，你看我的答案可有意思。可贱了呢，对啊，这个题有的题真挺难的，比如这个，他俩怎么挺甜？磕上了怎么？哎呦，脸棕上了的，哎，太高兴了。对，A 工作的休息时间，领导喊你出去聚门上，周末短点，你不想去，该如何应对？千万不要让领导感到不舒服。对，给领导说，领导，我今天截肢了，但是我决定，等麻药劲儿一过，我就陪你去。哎呀！我的妈呀！还能播吗？哎呦！快点叫停吧！其实应该派一个人下去看看，和鸟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和智胜有什么区别。那你吧，我哦，你可以，对啊，你去比较一下，你我完败了。哎，你就跟主要跟鸟鸟聊一下，你要不逛逛，自己逛逛，或者是赶紧，我的题还没做完。好嘞。哎哈喽，鸟鸟你来了。我来了。就你自己吗？哎，他们人呢？不知道呀。我刚上卫生间来了。这事还做题呢是吧？对。先别打扰他了，让他先做题吧。我们在这儿吧，这屋凉快凉快点，我们在这屋吧。我是在演呢。坐吧。好嘞。你晚上还要去演出吗？我看你报名那个山羊的开放麦了。是我报的替补，不知道能替补上不？你段子都写出来了？嗯，在改呢，写是写出来了，就是不一定好笑。行啊，写出来就行。尬住了，没有词了。所以就是徐志胜的问题，马上没话聊了，咱们下去走吧，走吧，救救他，别让鸟鸟赶紧知道事情的真相吧。对。